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谢梦圆谢老师。今天要为各位同学讲解的是在国一课程里面的最后一章，第六章。第六章呢要讲到三大重点，第一个是 W H 问句，第二个是祈使句，第三个是感叹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 W H 问句。一提到问句啊，在英文里面，问句呢其实包含两大类，一类呢称为 Yes No 问句。 什么叫 yes no 问句？就是可以回答 yes，可以回答 no 的。当我问你你是学生吗？你回答 yes。当我回啊、呃，当我问你你能不能呢自己把这件事情完成呢？你也回答 yes，或者是回答 no，对不对？但是当我问你你是谁？你不能回答我 yes。 我问你你是谁？你应该说：哎，我是某某人，我叫什么名字？我的身份是什么？应该这样做回答。你不是回答 yes，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了解了。其实问句还是有分的，在英文里面就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叫 yes no 问句。那么 yes no 问句呢？它怎么表现？对了，be 动词在句首，助动词在句首的。所以呢，像我们讲的，Are you？你会回答 Yes，I am。Is he？你会回答 Yes，he is。 Can you? Yes, I can. Do you? Yes, I do. Will you? Yes, I will. 有没有像 be 动词、助动词放句首的这样的问句可以回答 yes/no，叫做 yes/no 问句。另外一种问句呢，就称为 W H 问句。这名词呢，刚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对不对？其实它很好懂。所以的 W H 问句就是疑问词 W H 这样的疑问词，或者 how 这样的疑问词为首的疑问句。 对了，像 W H 这样的疑问词真的好多，有没有？我们下面都有列出来。所以呢，这样的问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称为 W H 问句。那么 W H 问句，同学你看到这样类型的 W H 问句，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它是不可以回答 Yes No 的，它是不可以回答 Yes No。所以老师帮你写下来，这样的疑问词啊，它有第一个特点，你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可回答。 哦，oh, 不回答 yes，或者不回答 no 的，不回答 yes 或 no 的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二个特点要特别注意咯，疑问词它的位置呢，它都是摆在句首的。疑问词的位置都是摆在句首的。那当然，有的同学会说了。 老师，我曾经看过一个句子，它疑问词是摆在句中，有有这样的句子，这是在国三的课程当中我们有提到的哈。疑问词放到句子当中来，它称为所谓的间接问句。那当然了，你如果呢，虽然你是国一的同学了，甚至你是国小的同学，但是你有很很有兴趣说，哎，疑问词可以把句首，疑问词也可以摆到句中去啊，那你可以先跳到国三的课程去看一下。 好吗？好，所以呢，老师一开始你学到疑问词、疑问句、W H 问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喽。第一个重点，它不能回答 yes no。第二个，疑问词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都是在句首的位置。如果到句中，那个叫做间接问句，那是另外一种表现方法。不过在这一章里学到的疑问词都是摆在句首，同学请你要特别注意喽。好，那么讲到 W H 问句呢，就牵涉到所谓的疑问词的概念。 疑问词呢，在英文里面呢，还基本上分成三种：一个叫疑问代名词，一个叫疑问副词，一个叫疑问形容词。有的同学又一个头两个大，老师，疑问词就疑问词嘛。甚至于有的同学说，国一的同学说，我们老师在学校根本没有讲那么多，诶，谢老师，你是不是讲太多了一点呢？呃，其实不是我讲太多，也不是你们老师少讲了哈。有的老师认为说，哎，只要让学生认得疑问词是哪些就可以了。但是谢老师认为呢？ 一再强调的就是文法名称代表用法。谢老师要跟你灌输的一个概念就是文法名称代表用法。所以多让你知道几个文法名称，并不表示老师在给你添麻烦，而是要更清楚的去划分它的用法的不同。所以老师才把疑问词分得这么仔细，有所谓的疑问代名词、疑问副词，还有疑问形容词。有的同学说老师真的是很麻烦呢，其实不然。请问你？ 代名词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代名词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举一个例子好了，I，不要忘记喽，在我们国一的课程当中的第一章啊，我们有提到名词。 的概念对不对？名词。那么名词是什么？名词是讲一个人事第物的名称。可是当这个名称反复在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代名词。对了，在第四章里面我们讲到代名词，名词呢反复出现的时候呢，我就不要一直讲这个名词，我就用代名词。所以像我叫谢梦圆，但是呢，我在告诉你的谢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会说：哎，我要告诉你什么呢？我要请你注意什么呢？我要叮咛你什么？ 我就代替谢梦圆这三个字，也就是代名词的特性，避免名词一直重复。代替名词的字叫代名词，这个是它的基本含义。那代名词有什么功能呢？代名词基本上它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哦，所以呢，疑问代名词也就是它本身是有疑问的。可是呢，这样的代名词的身份，它可以当主词，它可以当受词，它还可以当补语。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疑问代名词，它告诉你喽，其实它代表的就是疑问词。嗯，它有疑问代名词，还可以告诉你代名词的功能是当主词，是当受词，是当补语，这样了解吗？所以同学赶快把它的功能写下来。代名词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那像这样的疑问代名词，除了它本身有疑问的含义，还可以当主词、当受词、当补语的有哪些呢？有 what 什么，who 谁，which 哪一个。 whose 谁的，好，再来喽。疑问副词，哎，老师，代名词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一的举例。那副词又有什么功能呢？哎，副词的功能可大了。 副词呢？我们先来看它的含义喽。如果说代名词可以当主词、当受词、当补语，那副词它的含义是什么？哎、欸，副词它表示时间。对了，在英文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文法名称叫时间副词，或者是地方副词，或者是呢时间地点。刚好讲过的是副词，表示条件啦、啊、原因啊、理由、目的、方法等等的，都是副词它所代表的含义。 记得喽，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理由、目的、方法。有的同学会说：“老师，你讲慢一点，我要写下来。”这个东西不用写下来的，这个你用脑袋呢？怎么样？听，仔细的听，耳朵仔细的听，脑袋稍微有概念就好。因为我们每次提到副词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你，副词代表的含义就表示时间、地点。 条件、原因、理由、目的、方法、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理由、目的、方法。老师每次多讲几遍，你就会告诉我。到有一天，你就会告诉我，好了，谢老师，你不用讲了，我已经会了。你再讲呢，就太啰嗦，太唠叨了。所以了解了文法的东西呢，是让你理解的，不要你去背了。那既然呢，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理由、目的、方法，这个都是副词所代表的含义。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疑问副词。对了，它是一个有疑问的字哦。 疑问有疑问的字就叫疑问词，它是一个有疑问的字，它还可以表示时间啊、地点等等的，我们就来看咯 When 中文解释成什么时候，对，它有疑问，在问什么？问时间。对了，时间的范围不就是副词吗？所以它本身有疑问，而且它问的又是时间，时间又属于副词的范围，所以这个字就称为疑问副词，就是这么简单，了解了吗？那么 Where？ 伟业同学，你都知道了，在单词表里面背到的哪里？哪里是问什么？哪里当然问的是地点了。对了，地点也属于副词的范围，它本身又有疑问，所以它是疑问副词。Why？为什么？诶，我们刚才讲了，除了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理由、理由，有没有原因、理由？Why？为什么？对，它是疑问副词。再来，How？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理由、目的。 方法 how 如何去做一件事情？哎，你每天早上是如何到学校去的呢？哦，我爸爸开车送我去。所以这个是问方法，对不对？对了，方法在英文里面也属于副词的范围，所以不用死记。疑问副词告诉你，它本身是有疑问的字，副词代表的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理由、目的、方法等等的，所以才会产生疑问副词这样子的啊、哦、概念。所以 when、where、why、how 都属于疑问副词的范围。 那么，请问你，我们说呢，代名词可以当主词，可以当补语，可以当受词。除了代名词之外，那当然就是名词。我们说能够当主词，能够当受词，能够当补语的呢，是所谓的名词。 这样的名词是广义的名词哦。我们说什么叫广义的名词？就是除了在单字表里面背到了名词之外，还有代替名词的字，还有你在国二会学到的什么动名词、不定词、名词片语、名词子句这些东西，只要跟名词能够扯上关系的，它都可以当主词，都可以当受词，都可以当补语。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代名词是代替名词，它也跟名词有关系。 所以它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可是副词呢？副词能不能当主词、当受词、当补语？不行。副词是表示时间、表示地点、表示条件、原因、理由、目的、方法的，它不能当主词，不能当受词，不能当补语。所以从词性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不同分成不同的词性，因为不同的词性它就会有不同的用法。另外疑问词里面的第三类叫做疑问形容词。好了，姑且不论。 疑问形容词有哪些？我们先来看看，当你听到形容词这三个字的时候呢，你会讲，你会想到什么？对了，譬如说，我们看到路边有个小女孩，哎，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我就会说，啊，那小女孩长得怎么样啊？哦，好可爱哦，我看见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对了，要把一个名词补充说明的更清楚，那是形容词，它所代表的含义。 所以，顾名思义喽，疑问形容词它本身是一个有疑问的字，而且它还有具有形容词的特性。那形容词有什么特性呢？对，它可以把名词补充说明得更清楚。形容词会配什么词？形容词不是配副词，形容词也不是配动词，形容词它配的是名词。换句话说，当你看到疑问形容词这几个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后面可以直接加上名词。 它可以直接加上名词，所以我们说 what time，what time 什么时间呢、啊？什么 what 加上 time 时间，所以 what time 什么时间就是问几点的意思。再来 whose 谁的？我说 whose book 谁的书啊？后面可以加上名词 which，which Which one 哪一个啊？which one 哪一个？所以 一提到形容词，你知道形容词它是配名词的，所以我们告诉你 what，whose，which，它都是形容词，所以它后面可以直接加名词。但是疑问副词这几个字，你可不可以在后面加上名词？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来看一下喽，疑问代名词跟疑问形容词只有一个差别，就是 who，who who 只有代名词的功能，它没有形容词的功能。所以请问你 who 的后面可不可以加名词？不可以。 不可以，所以有没有看到老师为什么要把它分得那么清楚？疑问词还分成疑问代名词、疑问副词跟疑问形容词，就是因为文法名称代表用法。所以在这里，老师刚才告诉你的代名词跟形容词这两项只有一个 o 有差别，有没有？在这里多了一个 who？所以你要记得、哦，它只能当代名词，所以它后面它只能够当代名词，所以它后面能不能像 what、whose、which 一样直接加名词是不可以的，有没有看到？所以呢？ 每一个名称它有属于自己的用法，属于自己的特性，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那当然了，老师已经归纳出来了：疑问代名词、疑问副词、疑问形容词有哪几个？你不用去死背它，稍微多看几次哦。老师再跟你强调一下，你买了谢老师的教学带呢？谢老师给你的建议，哦，谢老师给你的建议是要怎么样？在短时间里面快速的反复学习。 什么叫短时间之内？也就是呢，你买了谢老师的教学带回去之后呢，不要呢怎么样？哦，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才看完了国一的教材，这样不行，这样你一辈子都会在学英文啊、哦。我们是要一个月之内，啊、哦，一个月之内，像我们的国一的什么国一的课程呢，只有十几个钟头而已。 哦，那你只要这十几个钟头把它看完，基本上你花十几个钟头把它看完，接下来如果你第一次就看的熟悉了，就记得很清楚。接下来你只要花时间背单字就可以了，这样了解了吗？背完了单字呢，再把它套到你已经很熟悉的文法句型当中，那就会变成是你的语言喽。所以记得不要呢拖太长啊、呃，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内就把国一看完。 哦，因为毕竟我们才国一的文法，要你注意的特点才十几个钟头而已哦，所以同学要在短时间之内反复的熟练。所以呢，你只要在你的怎么样，哎，文法句型熟练之后，接下来时间就像我刚才讲的，只要背单字、背片语，哦，背单字。 背骗语，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语言学起来其实是很轻松的哦，很轻松的。所以同样的，像这样的东西，其实你根本不用去死背它，你多看它几眼。甚至呢，你第一次看完了之后觉得嗯还不够熟练，第二次再怎么样，记得喽。如果呢你不喜欢自己闷着头看书的话，我相信很多同学是因为不愿意自己闷着头看书，觉得好寂寞、好孤独哦，对不对？好、哦，你希望有人陪着你读书。 就是谁，就是谢老师，就是谢老师陪着你学英文，所以呢，你每次可以反反复复的把教学带拿起来看，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种东西不需要去死背它哦，你多看、多听、多老师在讲的时候听清楚、听仔细，然后多看，反复的看几遍，自然而然，你根本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刻意去背这些东西，你就记起来了。对了，就像你在听一首流行歌一样，好、哦，你可能呢没有特别啊。哦 你没有特别去听谁的歌词，哪一首歌的歌词，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会自然而然会唱了。为什么？因为你熟悉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不要觉得这个呢是很困难的，或者是很麻烦的东西哦。好，所以呢，疑问词老师帮你细分为这三个，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喽。疑问代名词我已经告诉你了，代名词它的基本功能是当主词、当受词、当补语喽。首先第一个疑问词它可以当主词哦，它的句型。 既然这个疑问词本身就是主词，我们告诉你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主词加上一个动词。好，所以了这些疑问代名词 what、who、which、whose，你后面可以直接加动词哦。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疑问代名词，代名词可以当主词，所以它后面直接加动词。我们也看到 what、whose、which，它也可以当疑问形容词，后面加名词。你有没有发现句型？ 有雷同性有没有？这三个 what，whose，which，你看到这几个呢？它的后面其实有时候会直接加名词，有时候会加动词。不要怀疑，那是因为它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老师写一个 s 咯，s 代表的是主词。疑问词本身就当主词，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主词加动词。所以在后面你会直接就看到它有动词的表现。 可是疑问词后面加动词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很重要的概念，你一定要记起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喽，到底是什么样重要的概念呢？来看一下黑板上的第一个例句：Who cooking in the kitchen？后面回答 and：Kate and Mary are. Kate and Mary are. 哦，是 Kate 跟玛丽啦，是 Kate 跟玛丽在做什么？哦、oh,，在厨房里面呢做菜啦。哦、oh,，他们两个。 那这一格，你看到、啊、这里有 i n g，所以前面当然填 be 动词时态，在上一章学过的，对不对？be 动词加上 v i n g。那么 be 动词，那当然了，不可能用 am，因为只有一个主词会用 am，I 配 am。所以这个动这个空格这个动词的部分，你要考虑的是复数的 r 跟单数的 s 到底用 r 还是用 s 呢？有的同学说，老师他后面用 r 所以我前面跟着用 r 不对。 这一题要用的是 s Who is cooking in the kitchen？谁在厨房煮饭呢？为什么用 s 来，星号的部分，请你特别注意咯。疑问词当主词的时候呢，要视为单数，它后面呢要接单数的动词。为什么疑问词当主词的时候要视为单数？来，你想想看哦。 假设你不晓得谁在厨房做饭，你就问：哎，是谁在厨房煮晚餐啊，谁在谁在厨房做饭啊，发问的人知不知道厨房有几个人？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他才问嘛。厨房的门关起来，我只听到里面空空空的，有切菜啊，有炒菜的声音。我不晓得有几个人在厨房里面做饭。那我要问到底是谁？问的人知不知道状况？不知道。 不知道状况情形之下呢，有的可能会用单数，有的人可能会用复数，这样不行，这样语言没有统一性，所以文法就规定咯。状况不明视为单数，把这八个字记起来。状况不明视为单数，状况不明视为单数，也就是这个意思。疑问词当主词的时候要视为单数。那当然了，既然这个主词。 这个主词它本身就是单数，后面配的当然就是单数动词。所以记得喽，这是文法统一规定，状况不明视为单数。到底有几个人在厨房里？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呢，状况不明视为单数。所以 Who is cooking in the kitchen？是谁在厨房做饭呢、啊？哎，那你说老师这里为什么用复数？这里理所当然用复数啊，因为知道状况的人他做了回答，他说 Kate and Mary are 知道状况的人，他知道。 厨房里有两个人，是哪两个？一个是 Kate，一个是 Mary。既然已经知道实际状况了，那当然以实际状况来回答。这里有两个人，当然用 are。所以老师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当你在讲的时候，在表达的时候，在疑问的时候呢，状况不明才会发问嘛。状况不明要用单数来发问，这样了解吗？Who is Kate? 啊、uh,，cooking in the kitchen。再来第二个句子也是一样。What there under your bed？在你的床底下那个地方有什么呢？ 你床底下那里有什么呢？这里的 there 其实就是强调这个 under your bed。好，你床底下有什么呢？诶，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谢老师根本不晓得你的床底下到底是一只袜子，还是一个篮球，还是很多臭袜子，我根本不知道。对，状况不明，视为单数。What is there？什么东西？Is there？为什么用 is there？记得咯，这个是疑问句哦，疑问句哦。What 在前面呢、哦？动词摆后面哦。 所以肯定句叫做 there is。如果我告诉你 there is a ball under your bed，你的床底下有一颗球。There is a ball under your bed。肯定句的时候是 there is。疑问句记得疑问词 what 在前面，后面要改成 is there。What is there？它是主词哦，所以后面要紧跟着动词，所以 there 只有放后面。What is there under your bed？你的床底下有什么？那当然，在这句话你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不要讲 there？可以，我可以直接讲 What's under, What under your bed? What is under your bed? What is under your bed? 你的床底下有什么样的东西？对，这句话 there 不说也可以的。那当然记得，重点是动词要用单数动词喽。好，再来看一下疑问词，它还可以当补语。什么叫补语啊？就是老师常常告诉你，在 be 动词后面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好，我常常讲 I am。 这句话可不可以在这里打句点？不行，这句话是错的，对不对？我要告诉你，我是什么？是什么身份要讲出来。所以呢，be 动词的后面一定是 I am 什么东西，你要讲清楚，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I'm Mary，我的名字是玛丽啦，或者是 I'm a teacher，我是一个老师啦，或者是 I'm a boy，I'm tall，I'm cute，I'm。 阿格里丑陋的，对不对？我是什么要讲清楚，后面一定要有东西来补充说明到底我是什么。所以像这种补充说明的就叫补语，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文法名称代表用法咯。所以看第一个例句，Whose are these toys？这些玩具是谁的？有没有看到？我是什么身份？只不过他现在呢有疑问哦，这些玩具是。 我的，他有疑问，这些玩具是谁的？有没有看到这个谁的？就是来补充说明，你不能讲这些玩具是就没了，这些玩具是就没了，这些玩具是谁的？可是不要忘记喽，我们中文的谁的是摆后面，英文我一开始就告诉你喽，疑问词要摆哪里？疑问词摆句首，疑问词摆句首。 好，所以这些玩具是我的。英文要讲成：These toys are mine. These toys are mine. 大家要特别注意，当疑问词摆到前面去的时候，你后面要用的是 be 动词加主词的句型。同学要特别小心，疑问词摆句首后面要 be 动词加主词。为什么？为什么老师我不能用主词加 be 动词？因为主词加 be 动词像 I am 这个是什么句型？ 肯定句的句型，一开始你明明放疑问词，后面呢？请问你 I am 的疑问句叫 Am I？You are 的疑问句叫 Are you？He is 的疑问句叫 Is he？对了，Am I？Are you？Is he？这个才叫问句句型。既然你一开头就是疑问词，疑问词后面当然要跟的是问句句型，这样了解吗？ 火车头后面拖的一定是火车车厢，火车头的后面绝对不会拖公车，火车头的后面绝对不会拖的是卡车，对不对？火车头后面一定拖火车车厢，这叫物以类聚。所以你既然是有疑问，疑问词摆在句首，后面当然跟的绝对不是肯定句的句型，也不是否定句的句型。疑问词摆句首，我后面当然跟的是一种问句句型。所以的问句句型，就是 be 动词在主词的前面，这个就叫做。 物以类聚，前后平衡有没有疑问词？拖的是问句句型，火车头拖的是火车车厢，这样同学要记起来喽。所以你们看到疑问词 who's e 摆句首先，先写 be 动词，再写主词。所以 who's e are these toys？这些玩具是谁的？再来看第二个例句，Who is that tall boy？那高个子的男孩是谁呢？还是一样，疑问词摆句首。 后面是 be 动词加上主词，所以当补语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出现的都是什么？be 动词，它出现的都是 be 动词，因为补语本来应该是出现，所有的补语就是出现在 be 动词的后面的。可是为什么这些疑问词不出现在后面呢？因为疑问词它有个特性，它要摆在句首。 那跟我们的中文顺序不一样哈，在中英文当中，疑问词的顺序是不一样。我们中文讲这些玩具是谁的，谁的摆后面，但是英文疑问词 whose 要放前面。那个高个子的男孩是谁？谁在中文里面摆后面，但是英文疑问词要摆前面。不要忘记，英文这个语言的特性是开门见山哦。什么叫开门见山？我要问你，我要问你，我就问你：Are you？Do you？或者是 Who？ Are you？有没有？Who are you？我要问的是你的身份，所以我一开头就用 Who。我们中文不一样。当我告诉你“嗨，同学，你好”，你回答“老师，你好”，不对。我要告诉你，你今天好漂亮，你好漂亮。你一定要等我讲完，你才知道我讲什么，对不对？但是英文这个语言，记得它的特性，开门见山哦。所以呢，他一开始如果他要请你回答 Yes No，他就会用 be 动词或助动词开头来问你 Are you？ Do you？如果他要你怎么样回答，有关于身份啊、名词啦、啊、时啊、名词啦、啊、时间这等等的，他一开始就会用疑问词来问你，这个就叫开门见山式的说法。所以呢，记得英文的疑问词是摆在句首的，跟我们中文是不一样。再来看看喽，疑问词当代名词的时候，疑问代名词除了当主词、当补语之外，另外还可以当受词。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课程。 疑问代名词它还可以当受词，我们来看黑板喽。好，当受词，那你知道了它的句型，先来看一下喽。疑问词呢，它当受词的时候呢，后面一定是助动词加主词加上动词。那当然了，在助动词后面的动词，你知道了，一定是原形动词啊、哦。疑问词加上助动词加主词加上原形动词，要特别注意喽。在这里的它当受词哦，所以主词动词哎、欸，一般来讲。 受词不是应该在动词的后面吗？为什么它拿到前面呢？还是一样老话一句，疑问词它要放在哪里？放在句首，所以要特别小心哦。疑问词它的特性要表现出来。例句里面，Which do you want to take？你想要拿哪一个啊？其实这里的有没有看到动词？这里有个动作，其实它真正的主词动词在这里。 好，但是它是不定词哦，不定词是 to 加上原形动词。你想要拿拿的是哪一个？拿的是哪一个？其实它的对象就是这一个 which，它的对象就是这一个 which 哈、哦，所以它可以当什么？当受词来使用，拿哪一个拿的对象？对了，当受词，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记得了，受词一般来讲都摆在动词的后面，但是因为它本身还具有疑问词的特性。 好，疑问词的特性，所以疑问词放到句首去。好，疑问单名词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疑问副词，不要忘记了。副词它可以表示时间的 when，表示地点的 where，表示原因理由的 why，还是表示方法的 how，这几个不要忘记。那既然呢，它不能够当主词、当受词、当补语，所以我们来看看它的句型表现。 疑问词还是一样，照惯例摆句首，后面是 be 动词加主词，或者是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老师给你这样的句型，请你不要死记。你如果呢觉得嗯，我学英文我应该背一点东西的话，那记得咯背的是英文句子。同学要特别小心哦，你不能够开口对老外说的。当一个外国人站在你面前，你不能开口对他说的，那你就不是你要背的东西喽。 对你不可能一个老外站在你面前，你告诉他都哎老外，我告诉你，疑问副词它的句型呢是疑问词放在句首后面，be 动词加主词，你一辈子都用不到这样子的话，对不对？所以啦，你不会对老外讲出口的，就不是你要背的范围。你想背的话，其实是背一下英文句子，这个句型老师只是给你参考的，啊，只是给你参考的。你如果直接写的出来就好了，记得啦，记住一个疑问词的基本概念，疑问词摆句首。 后面都要跟问句句型，要 be 动词加主词，或者是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这个是疑问词的基本句型。那小部分我们在前面看到疑问词，它可以当主词，所以后面你会直接看到它跟动词，或者等一下讲到的疑问形容词，它后面直接加名词。除了这两种状况之之外呢，疑问词它大部分的句型都是疑问词摆句首，后面是 be 动词加主词，或者是助动词加主词加上原形动词这样的基本句型，有没有看到？ 疑问词、把句首、be 动词加主词，或者是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这样的基本句型。譬如说，When are you leaving America？你什么时候要离开美国啊？有没有在这里的 be 动词加上 v i n g？不要翻译成你什么时候正在离开美国。当你这样翻译很怪的时候，不要忘记了 be 动词加上 v i n g。在前一章时态里面，我们还提到 be 动词加上 v i n g 可以表示怎么样？表示未来哦。 所以你翻译成你什么时候正在离开美国？很奇怪的时候，记得要把它翻译成你什么时候要离开美国呢？你什么时候要离开美国呢？当我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你人还是在美国的哦。好，再来第二个。Where do you come from？Where do you come from？当然，你也可以用 Where are you from？同学，这句话有另外一种说法，你可以说成 Where are you from？老师写这里好了。 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里？对了，当你面对一个外国人要问他是哪一国人，来自哪里的时候，Where do you come from？Where are you from？记得你如果有 come 一般动词前面要助动词，整句话如果没有一般动词的话，就用 be 动词。Where are you from？Where do you come from？字面上的意思是你来自哪里，但是这句话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问哦。 你是哪一国人？对，问国籍。其实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啊，因为历史，同学，你如果对历史很熟悉的话，你知道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蛮密切的。所以导致呢，我们在台湾，在台湾这个岛上的人，只要碰到那个金发碧眼的人，就会这样问：啊，你是美国人呐、啊？其实呢，他就会直接问人家，直接问人家：Are you an American？ Are you an American？你是美国人吗？其实你如果问到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其实怎么样，人家心里会不太高兴。其实人家心里会不太高兴，或者他不是不太高兴，他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你老是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只是跟你们长得不一样，但是我是来自法国啊。哦，就像这样的心态，就是如果你是。 你是你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你只不过是比较喜欢去海边，然后呢皮肤晒得比较黑，然后人家就问你说：“哎，你是什么菲律宾人吗？”你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对，外国人他也会觉得怪怪的，是为什么你每次看到他，你就问他：“啊，你是美国人吗？”哦，不是只有美国哈、哦，不是只有美国在，除了。 除了中华民国之外，不是只有美国，懂了吗？所以千万不要老是看到外国人的时候就问他啊，你是美国人吗？不是这样问的，我们应该是问对方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应该是这样问才对。同学把这种方法记起来有没有？所以你看疑问词同样会，它有 be 动词加主词的句型，还有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的句型，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疑问词摆句首它的基本句型了。另外，Why is he absent? Absent 这个字是形容词，所以为什么前面配 be 动词？记得了，一般动词配助动词，形容词配 be 动词，这个词性跟词性的什么结合要记清楚了。Absent 是形容词，中文解释成缺席哦，没有去上课，没有去上班，没有去开会，这个叫缺席。Why is he absent？为什么他缺席了呢？为什么他缺席呢？Why is he absent？这个是问原因的。 再来看看下面第四个例句：How did you come here? How did you come here? 你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到这里的？对了，方法在英文里面也是副词的范围。How did you come here? 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对了，问方法有没有看到？疑问词摆句首，后面是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所以记得疑问副词，副词纯粹只是表示时间、地点、理由的，跟表示方法的。 它后面所跟的句型，记得疑问词摆句首，火车头在前面，后面拖的是火车头，呃，火什么？火车车厢。疑问词在前面，后面跟的是问句句型的 be 动词加主词，do 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所以刚才看到的那个句子，Where are you from？用的是 are you？再来，Where do you come from？Do you come？这也是另外一种问句句型。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说。 你要背的话是来背英文句子，而不是背中文老师给你的补充说明的东西。哈、哦，要记得学习的方法一定要正确喽。好，讲完了疑问副词，我们来看看疑问形容词。那当然，顾名思义，我之前介绍过了疑问形容词。好，如果这里的疑问词是属于疑问形容词的话，你会发现它后面直接加名词。 好，加了名词之后，你看它的基本句型还是一样的，be 动词加主词或者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是属于疑问词的 be 呃怎么样基本句型？只不过它先加了一个名词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形容词的特性，形容词不是配名词吗？对的。好，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哎呀，like 叫做喜欢，best 叫做最好，加起来叫喜欢最好，当然不是啦 like best 中文解释成。 最喜欢啊！中文最解释成最喜欢喽，所以中文要会翻喽。所以，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你最喜欢哪一个呢？你最喜欢哪一个呢？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那看一下这个结构喽。这个 which 它本身是形容词，后面加了名词之后，来看一下主词是谁？主词是你。动词是谁？动词是喜欢。 你喜欢这个 best，它是副词，补充说明的，好，强调喜欢的程度的，这个就是副词的概念。所以你最喜欢，老师喜欢，喜欢的对象在哪里？在这里，有没有？整个它是当受词。有的同学说老师不对啊，能够当受词应该是疑问代名词才能当受词。对了，在这里它是疑问词，特别注意哦，这里的受词不是会去哦。 整个受词是 which one，我们说名词可以当受词。对了，which 是疑问形容词，光只有这里是不对的，which one 走在一起，which one 整个 which one 才是受词，which one 才是受词，光只有一个 which 不是哦。好，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喜欢的对象在这里，喜欢的对象那就是接受者，就是受词了。所以 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 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 那这里的one你可以随随便改，对不对？Which girl do you like best? 你最喜欢哪一个女孩呢？Which boy do you like best? 你最喜欢哪一个男孩呢？或者是 which subject? S U B J E C T 再听一遍 S U B J E C T subject 叫做科目。你最喜欢哪一个科目呢？在你所有的科目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科目呢？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可以把它改一下，就变成你自己的句子了哈。再来，Whose house is this？这一间呢、啊、是谁的房子？这一间呢是谁的房子？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呢，Whose house is this？有的同学说，老师，这里的 whose 后面一定要跟名词吗？不对，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讲成 Whose is this house？ Whose is this house？对了，也就是你知道，whose 我们之前讲过，它可以当疑问代名词，whose 也可以当疑问形容词，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两个身份，所以它的句型就有两种。这个就是老师要细分为疑问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词性。 的意思咯，你看到了对不对？不同的词性它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介绍词性让你认识，只是要告诉你，诶，你看到它有两个不同的身份，所以它的表现方法应该有两种，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它是形容词的特性，后面可以直接加名词；它是代名词的特性，那就不需要加名词了。所以因为它有两个身份，这两句话都是对的。诶，我们可以说这是谁的房子啊？ 这间房子是谁的啊？对，中文也是一样，有两种说法，所以 whose house is this？跟 whose is this house？英文都对，两种说法都对。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给你介绍的疑问词，还分成三种，那不要忘记了，除了。 疑问代名词它可以直接放动词前面当主词之外，那么疑问形容词它可以加名词之外，不要忘记。当你看到疑问词摆句首的时候，后面一定跟基本的问句句型，就是 be 动词加主词，或者是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这样的句型，千万不要记不要记错了哈。很多同学疑问词后面会先看到主词不对，疑问词在前面，后面是 be 动词加主词，或者是助动词加主词这样的句型咯，请你记住谢老师的叮咛。 接下来呢，在所有的疑问词当中呢，你最常看到的就是说 what 跟 how 这两个疑问词的用法。所以呢，老师帮你补充一个 what 跟 how 它的疑问句，what 跟 how 为首的疑问句。老师列了好多例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例句喽。Is it？他回答：It's eight e n It's eight ten。eight 叫八，ten 叫十。当八跟十凑在一起，你最常想到的是什么？诶八点十分。 对了，八点十分，那他是跟问年问什么？问年龄？问身高？问体重？还是问距离有多长？还是问时间呢？对了，八点十分，它是一个时间呢、啊。几点几分用什么来问？用 what time？所以呢，人家怎么问，你怎么回答？ 怎么问就怎么答，所以我要请你填这个空格。那当然，看看后面人家的回答。It's eight ten，八点十分。八点十分是时刻。问几点几分，我们用 what time 来问。所以 what time is it？What time is it？It's eight ten。现在是八点十分。现在是八点十分。好，这是第一个例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例句。 请各位同学再来看看黑板上的例句，在第二个例句当中，到底要问什么呢？请你看后面，It's Sunday。Sunday，同学都知道了，星期天。那星期天呢，是星期几，对不对？要问星期几，我们的英文应该要用的是 What day？What day is it？今天星期几呀、啊？你可以在整句话的后面加一个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或者是 What day is today？也可以三种说法。再听一次：What day is it？What day is it today？What day is today？今天星期几？有的同学会说了，老师，你这里没有加一个 today，我怎么问知道问的是今天呢？你有没有看到动词的特性就出来了？它用的是现在式，现在式当然问的是今天，对不对？记得问星期几用 What day 来问。 另外第三题，Is it？他回答，It's October tenth。哎，今天是啊，十月十号。那十月十号呢？它是一个什么日期？问日期，我们的疑问词用的是 What date？啊，不要忘记了，What 它本身是疑问形容词，所以后面可以跟名词的 What date？Date date 这个字就是日期的意思。 这两个疑问词念起来好像哦，一个叫 what day，一个叫 what date。what day，what date，不要搞错了。what day 问星期几，what date 问几月几号。不要答非所问，一定要听清楚。再来第四个，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今天天气如何呢？对了，问天气，哎呀，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打开窗户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 哎，才确定呢，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出门，对不对？好、啊，如果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天呢，呃，天气变化比较大一点，所以有时候呢，哎，昨天呢怎么样，三十几度，今天可能变二十几度，有时候呢不小心还会怎么样？哇，老天爷呢怎么样？老天爷呢发威了，它还会呢从三十几度一降降到十几度，对不对？啊，温差很大，所以每天早上出门之前要看看呢。 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来决定今天要穿厚的衣服还是薄的衣服，所以要问问天气。英文就是这样说的：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同学，你应该会自我判断了。在这句话里面，这里已经有 be 动词 is 了。What's 就是 What is 的缩写，已经有 be 动词，所以这里绝对不会是喜欢。 记得了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一个主词加一个动词，已经有动词了，不会再出现动词。所以这里的 like 是当介系词，解释成像。它有两个词性哦。当动词解释成喜欢，当介系词解释成像。那么从整句话里面你可以知道有 be 动词，所以它自当介系词。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It's cold。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哇，很冷哦。It's cold。 那么，除了用 What's the weather like 来问，我们还可以这样说：How's the weather today？今天天气如何呢？对了，如何其实直接用 How 就好了。所以，同学疑问词你要配好。如果你只有问天气如何，就用 How，直接用 How 来问。如果你要用 Like 的话，你看哦，中文从中文你很好联想，这个 Like 解释成像，我们中文中文常常会讲。 像什么像什么？所以你如果用 like，整句话里面有 like 来问天气，它的疑问词配的是 what。What's the weather like？How's the weather？What's the weather, weather like？How's the weather？当然，today 不说也是可以的。第五个例句：Will you be next year？他回答：I'll be ten。我将会是十。诶。 十如果跟人有关的话呢？那当然了，数字跟人有关，那当然就是年纪咯。嘿、hey,，我会呃怎么样？明年我就十岁了。问几岁？诶，我们就用谁来问？对了，我们用 how 来问。我们用的是 how old。诶，同学来看一下，在这里呢，我们提到了稍微提到它的词性。来看一下喽，这个 what 我们告诉你，它是呢，它可以当疑问形容词，有没有？形容词的后面。 加什么词？形容词的后面是配名词，你看词性的特性很明显的。how 我们说 how 是形容词吗？不对，how 在英文里面只能当疑问副词，有没有看到副词？那么我们说了形容词是配名词，那副词搭谁？对了，副词搭形容词，有没有看到？ 副词搭形容词，你根本不用死记啊。Good 好，很好叫 very good，有没有？Good 是形容词，very 是副词，所以副词搭的是形容词，有没有看到？所以呢，它属于词性的特性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叫 how day？不会，只有 what date，what day。我们会不会看到有一个所谓的？ What old 不对，old 是形容词，所以只能用副词跟它连在一起，所以是 how old，这样了解吗？所以啊，一个英文句子啊，说穿了，只不过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字，它是词性的连贯，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词可以搭配什么词，我相信你就不难理解一个句子了。好，所以记得喽，形容词搭的是名词，how 是副词，副词搭的是形容词，how old 问的是年纪。再来第六个例句，Are you I'm。 一百六十，one hundred sixty centimeters tall，centimeters 是什么？看起来好长。centimeters 其实就是 cm，同学你很熟的，数学里面学过，cm 就是公分喽。所以呢，I'm one hundred sixty centimeters tall，我一百六十分啊，六十公分高。我们呢，在台湾呢，讲身高习惯用公分，所以是一百六十公分。但是呢， 在英文里面习惯用尺跟寸来表现，这里的 feet 要特别注意，不要翻成脚哦，没有错，两只脚叫 two feet，但是在这里跟脚没有关系，在这里的 feet 指的是尺，inch 指的是寸，两寸以上复数加 e s，要特别注意它是怎么样，属于复数名词的不规则变化。什么叫名词的规则变化？什么叫名词的不规则变化？在第一章里面介绍到名词讲得很清楚了啊、哦，所以呢。 在西方国家，他们习惯用尺跟寸来表示身高，所以 I'm five feet three inches tall. I'm five feet three inches tall. 我呢，五尺三寸高，五尺三寸啊、哦，尺跟寸，我只知道呢，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我有背过，呃，一码等于三尺哦，码一个十字边在一个呢，哎，牛马的马哈，呃、哦，一码等于三尺。 一尺等于十二寸，一寸等于二点五四公分。你看老师的数学也不错哦。一码等于三尺，一尺等于十二寸，一寸等于二点五四公分。换换，诶 f i v e feet three inches 是多少的 centimeters？去换一下咯。我们在台湾用公分来测量身高，在西方国家用的是尺跟寸。那不管怎么样，这里就是问身高，问身高，英文英文叫说成 how。 Tall 有多高？How tall are you？你有多高呢？How tall are you？你多高？你有没有看到 tall 还是一样是形容词？How tall are you？我一百六十公公分高。我呢有五尺三寸高。不要忘记后面回答的时候还是要加一个 tall 来。所以要特别注意咯。问身高，人的身高是用 how tall。另外还有一种问高度，但是不能用 how tall。来看一下。 好，如果我们今天问的不是人的身高，而是一个东西的高度或者一座山的高度呢？来看一下喽。It's Mount Everest. Everest，对了，我们中文讲的圣母峰，英文叫做艾佛勒斯山，英文就是 Mount Everest，圣母峰。Mount Everest，圣母峰这个单词表里面没有，但是啊，只要在这个地球上的人。 哦，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了，世界最高峰圣母峰，对不对？好、哦，圣母峰，所以呢，你也知道，在地理课本你也学过，圣母峰高八八四八，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说，it's eight thousand eight hundred forty-eight meters high。你们看到在这里的差异性就出来了。我们刚才讲身高，我一百六十公分高，那个高用的是 tall。 在这里，我们讲的不是人的高度，是一座山的高度。我们不用 tall，我们用 high。所以，同样你在问的时候还是一样，How high？有多高呢？How high？圣母峰有多高呢？How high is Mount Everest？所以中文都翻译成多高？问人的身高，How tall？问一个东西实际物品的高度，How high？不要用错，不要用错哦。 中文的翻译是一样，但是在英文的疑问词不一样，不要搞混了。第八个，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你喝几杯咖啡呢？第八题跟第九题就是都是在问人家喝咖啡，但是他有没有把杯子讲出来，差别很大。好，cup 你看加了 s，所以多少杯？诶，你喝了多少杯咖啡？你一天都会喝多少杯呢？How many cups of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当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回答人家 two cups of coffee，两杯或者是一杯或者是三杯，反正你就回答几杯。好，那么呢，如果你没有讲 cups，那么你知道 coffee 在英文里面是属于一体，一体是没有怎么样，没有固定形状的东西。那么在英文里面它属于不可数名词，不可数的名词你就不能用 how many，记得 many 后面要加可数的复数名词。 好，可数的复数名词。那么不可数名词呢？问多少就用 how much。How much coffee？你一天要喝多少咖啡？你每天要喝多少咖啡呢？我每天要喝一公升的咖啡。好，我每天喝一公升的咖啡。所以要特别记得，人家问你多少杯，你就回答几杯；回回答量多少的量，那你就针对量来做回答。所以记得。 我们同样都是为人家喝咖啡，但是呢，有没有 cups 差很多？How many cups of coffee 叫做多少杯咖啡？在讲话的时候，这个多少，这个叫杯，这个叫咖啡。但是讲话的时候，这个 of 不要漏掉。记得一杯咖啡叫 a cup of coffee，a cup of coffee。两杯咖啡叫 two cups of coffee，两杯哦，two 数字在前面。 但是我现在不晓得数字，所以我就改成 how many。所以这个 of f、er、还是不能漏掉，多少杯咖啡？How many cups of coffee？多少咖啡？How much coffee？记起来，可数的跟不可数它的表现疑问词也不一样。接下来第十个例句：Will you stay in Taipei for two weeks？For two weeks，这里的 for 啊，有的同学习惯。 看到呢什么？看到介系词，希望给他一个中文。好，这个中文我们就解释成持续，持续两个礼拜，也就是回答两个礼拜。所以这句话从前后文你可以判断呢，我是在问时间，对不对？你要在台北多待多久啊？哦，待两个礼拜，多久？How long？对了，How long 这样的疑问词呢，其实可以问时间的长度，How long？ 当然，在第十一个例句里面，老师也写下来了。Is the rope rope 叫绳子？这个绳子有多长呢？Is two meters long. Is two meters long. 好，来这里呢，我们把它改成句点了。Is two meters long. Meter 就是 m，就是公尺。cm 是公分，m 是公尺，有两公尺长哦。那当然，问东西多长，也是用 how long。 所以 how long long 这个字本身就是长，所以同学你很清楚的知道 how long 是问多长一个东西，一个绳子有多长。但是在英文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也可以用多长来问你打算在台北待多久的时间，待多长的时间呢？对了，how long 还可以问时间，不要忘记。另外在第十二个里面呢，我们提到了 do you play tennis？我回答 once，叫做一次 a month。 一个月哦、oh,，once a month，中文叫做一个月一次。记得英文再强调一次，属于开门见山式的语言。什么叫开门见山呢、啊？哎，你呢多久打一次网球呢？多久打一次呢？他是在问你次数，不是问你时间哦。他是在问你次数。问次数，记得 how often，中文解释成多久一次。How often？ 多久一次？How often do you play tennis？你多久打一次网球呢？人家问你的是次数，所以开门见山式的英文，他当然先回答次数了。所以有没有看到 once？所以中文讲的一个月一次，英文要说成 once a month，不要忘记 once a month，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再来最后一个句子。 Is it from here to the post office? 从这里到什么？从这里到邮局呢？怎么样？他要问什么？It's about ten minutes walk. 大约十分钟 walk 当动词解释成走路，当名词指的是路程。大约是十分钟的路程。同学有一个小地方稍微看清楚，复数名词的所有格。十分钟我们要讲成 ten minutes，要有复数 s。 好，那这一撇是什么？这一撇呢？中文解释成的十分钟的路程，名词单数名词、复数名词的所有格，如果搞不清楚，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介绍的很仔细哦。同学赶快再回去做复习。所以，It's about ten minutes' walk。这个 It 到底指的是什么？什么？大约是十分钟走路，十分钟的路程呢？诶、欸，当我们问你说，诶、欸，你家到学校有多远啊？ 诶，你家到火车站有多远呢、啊？我说，我们会不会实际上去丈量到底是几公尺、几公里？不会，我们会告诉人家，走一走路大约十分钟，走路大约十分钟，英文就说成 "It's about ten minutes' walk"。同学把它记起来，"It's about ten minutes' walk"，走路大约十分钟。虽然我们是这样回答，但是你知道，你是在问距离，问距离，英文说成 "How far"。 所以要问人家 How far is it from here to the post office？从这里到邮局有多远？How far？你可以按照老师刚才黑板上给你介绍的这样子的回答方式哦。人家问你多远，不需要直接介绍多少公尺、多少公里，走路大概几分钟，英文就说成 It's about 几分钟，自己改一下就会变成你的语言。It's about ten minutes' walk，走路大约十分钟。以上介绍的就是呢 What 跟 How。 或者配上名词，how 配上形容词所形成的这么多这么多的疑问词的表现，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用到，同学要多拿出来使用。好，再来看看其他的重点，在第六章的第二节当中，我们要介绍到的是祈使句的概念。好，文法名称代表用法，来看一下祈。当你看到这个祈呢，你会想到什么？祈求就是请求，祈祷那就是希望喽。使呢？ 这是一种命令，哎，我使他去做什么事情，我叫他去做什么事情是命令。所以呢，字面上祈使句就是表示了祈求、请求、希望或命令的句子。所以呢，老师才会告诉你呢，祈使句代表的含义就是表示希望、请求、命令的句子叫做祈使句。好，为什么我会希望？我会请求？我会命令呢？现在老师要下一个指令，我说站起来，请问你。 是你要站起来吧？哦，当我说站起来的时候，一定是你站起来，绝对不会是在厨房做菜的妈妈站起来，不会。为什么？因为妈妈在厨房做菜，她没有听到我的指令啊。所以常常有同学说，祈使句是什么啊？诶，很多同学会说，哦，省略掉主词 you。对了，省略掉主词 you。来，特别注意了哦！我如果讲一句话，我写在这里，我讲一句话，说，我说 you stand up。 You stand up，这句话中文呢翻译成“你呢站了起来，你站起来了”。You stand up，你站起来了。对，它只是纯粹的一个植述句，我叙述你的状况，你做了什么动作？你做了一个站起来这样的动作。对，在英文里面，这个叫做植述句，直接叙述的句子，植述句。 哦，oh, 我叙述某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动作。那在这里呢，我讲的是你动作是站起来，所以 you stand up 中文翻译成你站了起来，你站起来，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如果要把这样的直接叙述的句子，有主词有动词直接叙述的句子，变成一个指令，那记得这个指令一定是针对在我面前的。那不要忘记了，在英文里面有所谓人称的概念。 讲话的人用“我”来称自己，听话的对方就说是你或者是你们。那么我要下一个指令，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说站起来，一定是你站起来，绝对不会是在厨房的、在房间的妈妈或者是爸爸站起来，一定是在我面前的你，或者是在我面前的好几个人，叫做你们。所以，我发出一个指令，站起来，你一定会去做。 或者你们会去做这样的动作。那在英文里面，我们常常会讲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掉。所以，如果这个句子我说“站起来”，如果它变成是一种表示希望、请求、命令的句子，这时候我们把什么？我们如果把 “you” 去掉，这样子的 “stand up” 就会变成所谓的祈使句了，懂了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祈使句一般的祈使句来？ 看一下祈使句，第一种一般的祈使句用原形动词来开头，为什么？诶，当我在叙述一个状况，你站起来了，你站了起来，我们把 you 省略掉，你可以发现呢、啊，现在是里面都用动词，对不对？都用一般动词了，所以呢，它要用原形动词来开头，记住了。所以祈使句的第一个概念，省略主词 you；第二个概念，它用原形动词来开头。有的同学，老师。 有同学会说了，老师一定要省略主词 you 吗？难道不能省略 he？当然不能省略 he 了。为什么？当爸爸如果在房间的时候，或者妈妈在房间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这里，我可以对他下指令吗？还、哎、呀，我如果对他下指令，好像隔空抓药一样，对不对？根本就是没的事嘛。所以我在这里，我不会呢对着墙壁说妈妈你站起来，不会，那就不叫指令了。 所以既然是下指令，一定是在我面前的，在我面前，在英文里面不管单数复数都用 you。所以记得了，当我要下指令、希望、请求、命令的句子的时候，一定是省略掉在我面前的那第二人称的主词 you。那省略掉主词 you，你知道 you 后面一定用是这样现在式的动词。那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现在式的动词就是原形动词。所以我们告诉你了，祈使句省略掉主词 you，然后用原形动词来开头，这个是一般的祈使句。 那么除了一般的祈使句，那祈使句当然用否定。我可以叫你站起来，我也可以告诉你不要站起来。你挡住我的视线了，不要站起来。否定的时候用的是 don't，对了，助动词或者用 never。那么 never 语气更为强烈哦，因为 never 它的本意叫绝对不可以哦，绝不、从不或者是绝不，它的语气比 don't 跟更强烈哦。好，所以呢，当老师一边发考卷一边说绝对不可以作弊哦，never cheat。 Never cheat on the test. Never cheat on the test. 考试的时候不可以作弊哦。Never 语气更强，比 don't 更强。那很多同学搞不清楚英文所谓的语气更强。有啊，妈妈告诉你哦。哎、欸，妈妈说了，晚上不可以太晚回来哦。晚上不可以太晚回来哦。下课以后要赶快回来哦。好，妈妈还可以语气跟人讲一讲。放学之后一定要赶快回来。 绝对不可以超过五点哦，绝对不可以。对了，这时候绝对不可以，我们中文讲的绝对不可以，那就是 never 的语气了。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在否定的前面还可以加一个 don't 或加一个 never。再来，也可以表示邀请、邀约的 let's。这个 let's 呢，中文解释成，哎，咱们怎么样吧？我们怎么样吧？咱们怎么样吧？那不一定要翻译成咱们啦，对不对哈、哦？翻译成我们也是可以的啦，哦。 翻译成我们怎么样吧？对了，表示邀约可以用 let's。那当然，let's 后面还是跟原形动词。所以不管一般的祈使句、否定祈使句、邀请的祈使句，你有没有看到用到的，通通都是原形动词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第一个例句：Be quiet, please。很多同学会讲 quiet, please，这个不是标准的英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 quiet 它不是动词，quiet 它是形容词。 那我们说过了，形容词除除了搭配名词之外，如果形容词要配动词，它要配什么动词？它要配的是 be 动词。形容词要搭配 be 动词，有没有？诶 b e 动词后面加形容词。可是在这里的 be 动词为什么不用 Mr. is 不用 was were 呢？因为我们告诉你，它是一种指令，一种祈使句。祈使句要用原形动词来开头。请问你 Mr. is was were？ 这几个动词叫什么动词？叫 be 动词。哎，be 动词为什么它称为 be 动词？因为它的原型就称为 be，因为 be 动词它的原型就叫 be，所以 m r s was were 这几个动词我们就称呼它为 be 动词。哦，原来。 名称就跟它的内容有关，所以有的同学反应很快哦。哦、oh,，M R S was word 叫做 be 动词，所以它的原型叫 be。那谢老师，你叫谢梦圆，你的祖先是什么？猿猴，很赞。对了，表示你的怎么样？反应很快。对了，谢老师的祖先是猿猴，你的祖先当然也是啦，哈，对不对？哈，所以你看谢老师的名字取得很好，对不对？好，来看咯。Be quiet，记得请安静。Be quiet, please。有的同学说，老师。 Please，我可不可以放一到前面去，跟我们中文的顺序一样？Please be quiet，可以的。Please be quiet 也是可以的。好，所以呢，老师帮你写下来，你也赶快写到讲义上。Please be quiet。Please be quiet，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哈。所以同学。 Please 要放在祈使句的后面，放到祈使句的前面都可以，只不过写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如果要放到祈使句的后面的话，要加一个逗点。Please 如果放祈使句的前面的话，就不需要加逗点，要特别小心。那当然，有时候呢，我们说请安静。诶，当我的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汤姆，他在我面前一直讲话，我就要告诉他，汤姆请安静。汤姆在我面前哦，我告诉他，汤姆请安静。 那这个汤姆要摆在哪里呢？好，如果你的 please 是在后面的话，那你的汤姆摆这里。Tom be quiet please. Tom be quiet please. 名字摆这里。诶，如果你的 please 呢是放在前面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这里来，名字可以放这里。Tom 加上逗点，please be quiet，或者是 please be quiet Tom。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呢、哦，其实啊，祈使句它搭配上 please 更加客气，它还可以加上名称。因为当我全班在上我的课，全班一百个同学在上我的课，不是全班都很吵。如果全班都很吵，老师当然讲的是 be quiet please。可是呢，甚至说，哎，students be quiet please。哎，这是全班 students。可是如果全班只有一个汤姆在吵，我要请他安静，那当然我要叫出他的名字啊。 我要叫出他的名字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名字的位置摆哪里哈，摆这里。再讲一遍，please 摆后面，名字就在前面了。Tom，be quiet please。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同学，please 跟名字不可以同时摆在后面。please 跟名字不可以同时摆在后面，赶快拿起笔来把这个重点写下来。 Please 跟名字呢不可以同时摆在祈使句的后面，所以你看 Please 在后面的时候，名字只有一个位置，就是放前面咯，所以 Tom be quiet please，Tom be quiet please。可是如果 Please 摆在祈使句的前面的话，那名字放前面，Tom please be quiet，或者名字放后面，please be quiet Tom 都可以的哦。所以呢，你要搞清楚它正确的位置。好，第二个。 Please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哎呀，这个也是老师能怎么样？哎呀，同学呢，如果呢一直讲话不安静，我除了请同学 Please be quiet 之外，我常常也会这样讲，叫做 Please stop talking，停止做什么动作？Stop 后面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加上 ving，stop 加上 ving 代表停止什么样的动作？所以叫你爸爸不要再抽烟了，Stop smoking，Stop smoking stop。Smoking. 对了，当你不小心呢摔跤在地上，你叫同学不要再笑了，Stop laughing, laugh, l a u g h, l a u g h, Stop laughing，不要再笑我了，Stop laughing at me，不要再嘲笑我了，Stop laughing at me，这样懂了吗？Stop，对了，你若用 Stop 原形动词开头，它就是一个祈使句的句型，有没有？好，我们可以客气一点，Please stop talking，请停止说话。 And listen to me。好，请你做两个动作。这里有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停止讲话，一个动作呢是听我说话，有没有？所以本来这句话应该是 Please stop talking and please listen to me。那么 Please 我们没有必要讲两遍，我们讲一遍就好了。所以呢，不要讲话，请听我说，叫做 Please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有没有看到？ 这里还是用原型动词，这里还是用原型动词，因为我们有两个动作，老师已经帮你标上一跟二了。请你要做的动作有两个，一个是 stop talking，另外一个动作是 listen to me。好，那两个动作我们当然用 and 的连接词把它连在一起了。好，p l e a stop e s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好，这句话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诶，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对了，如果你印象深刻的话，在前一章，哦，第五章时态当中，我们有介绍到一个第五种。 啊，我们第五章在前一章里面介绍了现在是过去式、现在进行式、过去进行式，第五个就是未来式。我们讲到未来式会用到助动词 will，对不对？对了，Will you？你将要怎么样吗？但是老师那时候还告诉过你，Will you？还有另外一个表示邀请的，表示邀请的。 或者是表示请求的，表示提议，或者是表示请求这样的意思，所以来看一下喽。当我告诉你，请你不要讲话，听我说，请你怎么样好吗？对了，在那时候我们就告诉你，Will you 有这样的句型的概念？Will you please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请你们，请你不要讲话，听我说好吗？对了，这里的 Will you 千万不要翻译成你将要吗？不对。 Will you 除了解释成你将要之外，还有请你怎么样好吗的意思？这里就有 Will you，其实就有很客气请求的意思。要不要加 Please 倒没有关系。这里的 Please 你可以不要讲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说成 Will you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或者是 Will you please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这样的三种说法有没有？你用 Please，Will you please？或者是 Will you？ 都是非常非常客气的请求，但是我知道的，大部分的同学都只认得第一种，please，please，please 懂了吗？所以要特别注意喽，这一种 will you？所以当我告诉你 will you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你不要回答 yes I will，哈、huh?，你不要回答 yes I will，你应该回答是 OK，all、okay, right，好啊，我听你的，好，我会这样做的。 这样懂了吗？好，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请求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老师只会用 please，will you 的句型也要都拿出来使用了。所以老师之前呢，记也告诉各位同学，提醒各位同学了，英文的学习是要短时间当中密集。为什么？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常常灌输同学一个概念，英文句子是词性的连接。好。 那当然了，我们一次只介绍。我们常常呢，谢老师在编教材的时候，为了讲课方便，让同学能够举一反三，或者一个概念能够完整，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词性来做。譬如说呢，诶，第一章讲的是名词啊，第二章讲到的是 be 动词跟一般动词，然后第四章讲到的是代名词，我们会用词性。可是你不能光学一个词性，因为一个句子可能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的词性。所以为什么要赶快把这些词性来了解、来融合？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一章有提到祈使句，有提到 will you。可是，在前一章时态，我们有提到 will you。你有没有办法相呼应？好，will you 它可以表示呢，怎么样？表示请求，它也可以表示你将要怎么样吗？那到底怎么用呢？其实要看你自己。好，或者在文章里面的前后文里面，你其实很容易从句子里面去判断 will you 到底是解释成你将要，或者是请你怎么样好吗？ 好，所以同学，当你看到一个字或者一个句型有不同的解释的时候，不要惊慌哦。句子呢，前后文其实很容易让你做判断的。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刚好呢讲到了一般的祈使句呢，客气一点可以加上 please。那当然了，如果要叫人家不要做什么动作，当然就是否定祈使句，我们在前面加上 don't 或者是加 never。来看一下第三句：Don't drink before you drive。Don't drink before you drive。你开车之前不要喝酒哦。 Drink 这个字，D R I N K，同学要特别注意。有的同学会说，老师，你 Drink 后面根本没有讲喝什么啊？特别注意喽，D R I N K，Drink 这个字后面如果没有加对象的话呢，喝的就是酒。你如果要讲喝水，一定要把水讲出来，Drink water。你如果要讲喝果汁，叫做 Drink juice，你要把它讲出来。如果你都没有讲。 那在英文里面，它代表的就是喝酒的意思。所以喝酒不一定要讲成 dr wine, drink wine、drink brandy、drink whiskey，不需要 drink 一个字就可以表示喝酒。但是记你记得喽，除了酒之外，其他的饮料类的东西一定要把它讲出来喽。所以呢，before 在什么之前，在你开车之前不要喝酒哦。要开车前哦，不要喝酒哦。英文就讲成 don't drink before you drive。 那当然了，语气如果更强烈的话，语气更强烈，我们可以用到 never，绝对不行哦。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The same 相同的，我们说犯错，在这里有一个片语，来画起来。Make mistake，mistake Mist 叫错误，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中文用的是“犯”这个字，英文用的是 “make” 这个动词，所以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Again，再一次，绝对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绝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英文就说成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记起来，再来第五个。Let's go for a walk。Go for a walk。Go 叫去，for 叫做为了，为了要走路而去。谁会为了走路而去？对，只有一种人，就是散步。 有人要去散步，有人要去散步，要去散步的人。对了，他是纯粹只是出去走走，英文就叫 go for a walk，go for a walk，散步。Let's go for a walk，我们去散步吧。好啊，Yes，let's。Yes, 很特殊的回答方式，对不对？你可以直接回答 Yes，或者是 Yes，let's。如果不想去，No，let's not。不，我们别去吧。No，let's not。记住这样的说法。 哦，记住这样的说法：Yes, let's. No, let's not. 当然，有有人提议的时候，你要附和，你就 Yes, let's. 然后你呢，要否决的时候呢，你就讲 No, let's not.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同学要记得，外国人是习惯怎么样的回答方式。好，所以你听到下次有人提议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附和 Yes, let's. 否决 No, let's not. 好，另外呢，老师要请你再比较一下这两个句子了。这两个句子 Let's，哎，有的同学说老师啊。 哎，Let's 不就是 Let us 的缩写吗？对，没错，你很聪明。Let's 就是 Let us 的缩写，但是在讲话的时候，你讲出来的是 Let's play outside，或者是 Let us play outside，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哦。再强调一次，这个字就是这两个字的缩写，但是你在讲话的时候用缩写式跟没有缩写式，它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用缩写是代表的是提议，这里代表的是提议哦。Let's play outside。哎，我们去外面玩吗？我们去外面玩吧。表示提议是什么？哎，说话的人加上听的人。好、哦，老师写说加听，你要知道什么意思，也就是会去外面玩的人是讲话的人跟听话的人一起去。 既然一起去啊，你就这样联想。既然一起去，那就要抱得紧紧的。就一个字，讲话的人跟听话的人一起去外面玩，一起就一个字叫 let's。可是你分开讲 let us，它表示的是什么？表示的是请求哦。表示的是请求，中文解释成：哎呦，让我们去好不好，妈妈？外面为为虽然天红怎么样？哎。 天气很冷呐、啊，哈、哦，外面虽然下着大雪啦，或者外面有洪水爆发啦，不管，请求你让我们出去外面玩好不好？让我们，好，所以当你跟妈妈讲 “Let us play outside”，哎，你才五岁，妈妈说 “Let us play outside”，妈妈竟然童心大发说 “OK，OK，Let's okay, okay, go”，当然不会啦，妈妈会说外面天气好冷，不准去，对不对？哈、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当然，Let's play outside 跟 Let us play outside 这两个两句话，Let's 跟 Let us 的差别你一定要分清楚。假设诶，如果是男同学好了，将来长大交女朋友，哎呀，要请邀请女朋友去看电影，对不对？诶，到人家女朋友家里去按门铃，叮咚叮咚，哎，女朋友的妈妈来开门啊，你哪位啊？啊，伯母，我是某某人，我想请你的女朋友看电影。我想不是请你的女朋友，我想请你女儿去看电影，对不对？你怎么样跟人家讲？你怎么样跟对方？ 女孩子的妈妈讲：“你当然不能够很怎么样，哎呀，英文很差的说成 Let's Let's see a movie，咱们去看电影吧。”结果你约到的是对方的妈妈，不是约到女朋友了，对不对？好，你约到的是呢，人家的妈妈，人家妈妈好高兴哇！你找我看电影，OK，没有问题。女儿记得把家看好。当然不是了，你要请求对方的，请求女朋友的妈妈让我们，就是让你跟你的女朋友去看电影。Let us。哦，所以你看哦。 英文有人说诶：“不会英文有什么关系？嗯，不会英文会交不到女朋友，不会英文呢会怎么样？娶不到老婆？嗯，真的会这么严重哦？请相信谢老师。OK，好，所以分清楚，let's 表示的是提议，let us 表示的是请求，不一样的哦。好，再来，在这一章的第三节里面，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到的是感叹句的句子了。什么叫感叹句？我们说那个男孩子很高，这、就、个、是、一般的叙述。 那个男孩子好高啊！对了，当你站在台北一零一大楼，世界最高楼，目前是世界最高楼。当你站在一零一大楼的时候，你会抬头看着，哇，好高的大楼啊！对，这个就是一种感叹。那么感叹句呢，当然就要介绍介绍到它的句型来看一下。感叹句会用到 what 跟号来表现，在这里呢，what 跟号就不是疑问词了，我们要把它当成感叹词来看。对了。 所以你看他的身份很多重的，对不对哦，oh, 所以在这里呢，感叹句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感叹词，我们用 what，用 how。有的同学又开始了老毛病又犯了哦，赶快把句型背起来。什么 what 后面加 a 呀、啊、a n 啊，形容词加名词，主词加动词，或者 how 啦、啊，加形容词加副词啦、啊，主词加动词。请同学不要这样子记，为什么？因为 what 你知道它具有。 我们之前讲到疑问词的时候，它具有疑问形容词的特性。其实它在这里呢，疑问呃感叹词里面它也具有形容词的特性。所以你要记的时候，你先不要管它，what 先不要管它。当你看到冠词、形容词、名词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冠词、形容词、名词？所以一个美丽的女孩叫 a beautiful girl，再加上一个 what 就变成了感叹句：a beautiful girl，what a beautiful girl，好美的女孩。 一个可爱的男孩，a cute boy，加上 what 就变感叹句，what a cute boy，这样会了没？这样会了没？那么后面的主词、动词有没有讲？没有关系，你可以省略掉。好，如果我对着你讲说，哇，你真的长得好美哦，what a beautiful girl you are，you are 不讲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对着他讲嘛，他一定知道你在讲他。再来，how，不要忘记了，how 在疑问词里面叫做疑问。 副词同样在感叹词里面，它的身份也不会变，只是中文解释变了，它也是副词。诶，我们刚才不是告诉你吗？副词是加谁？副词是加形容词，副词也可以加另外一个副词，因为同样是副词是一家人嘛，可以凑在一起。那你如果副词没有加副词，我们刚才告诉你，副词是配形容词。对了，副词 very 它不是配形容词 very tall very cute。同样的，how 它是疑问词。 啊、哦，疑问词或者是感叹词里面的副词身份，副词当然是搭配形容词，或者副词是搭配另外一个副词。在这里，主词跟动词一样，还是可以省略掉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呀、啊，感叹句很多同学会去背这两个中文的什么中文的句型，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你脑袋里塞满了中文的句型，当你真的要讲英文的时候，你就会卡住。 你就会卡住，为什么？因为脑袋想的都是中文字，所以记得喽，从词性的概念记住老师告诉你的。What 先不看，一个美丽的女孩，a beautiful girl。What 加上去就变感叹句，What a beautiful girl。如果用 How 的话，记得 How 的后面要先配的是形容词，所以是 How beautiful a girl。How beautiful a girl，所以 How beautiful 后面你的 a girl 可以摆在这里，这里可以加上 a girl。 然后再加上 you are 或者是 she is，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这个呢，老师只是为了讲解方便，所以才写出来这样的句型，不要去背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感叹句的例子。黑板上写了一些有关于感叹句的例句呢，我们来看一下喽。第一个例句：What a beautiful dress this is！有没有看到？还是一样，就是按照老师教你的方法，一件美丽的洋装叫 a beautiful dress。 然后呢，感叹句在前面加上一个 what，what what a beautiful dress。你如果要强调这一件，而不是那一件，要强调这一件的时候呢，在句尾再加上主词动词的 this is。有没有看到感叹句？当然，后面用的是惊叹号喽。所以 what a beautiful dress this is。好，同学要特别注意喽，像这样的句子你可以随便呢换一个，就像我们讲的 what a tall boy。 What a cute girl，甚至呢有一首英文歌，有没有听过？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怎么样？多精彩的世界啊！好多彩多姿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有没有听过？对了，有些呢广告歌里面就会用到这一首很经典的啊，很经典的抒情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What a wonderful world，有没有？What a wonderful world。 所以呢，你从唱歌里面你也可以学到英文哦，What a wonderful world，What a beautiful jazz，What a 什么啊、uh,，What a 随便改一下形容词，What a ugly boy，哎有好丑的男孩，有没有？好，随便改一下就变成你的感叹句了。那当然了，What a beautiful jazz，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感叹词 how 来代换，不要忘了 how。再强调一次，它是副词。 副词的后面呢，记得配上形容词，当然也可以配另外一个副词喽。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this dress is! 这件洋装真美呀、啊。对了，诶，只是表现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它都有感叹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记得从词性的概念来理解它，而不要去死背中文的句型。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How interesting this novel is! 这一本小说好有趣啊！How interesting this novel is！这本小说好有趣啊！同学，老师在这里故意不写哦。我要请问你，这个 how 的感叹句，你有没有办法搞成 what 的感叹句？ 哦、oh,，what 哦，所以你先不要看，你先把形容词跟这个名词找出来。所以呢，诶，它是单数哦，有没有？is 是单数，所以一本有趣的小说应该用的是，诶，不是用 a 哦，是用 an，因为 interesting i 母音开头。一本有趣的小说叫做 an interesting novel，所以呢，好有趣的小说，What an interesting novel this is，有没有？What an interesting novel this is。 所以呢，要感叹之前，好，当你要感叹一幅美景，当然你要感叹一栋大楼好高啊！记得在心里面呢，偷偷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自己，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叫 a tall building，a tall building。那当然感叹的时候，前面加一个 what 就可以了，叫做 what a tall building。那记得如果用 how 呢，要先把高讲出来，how tall the building is。 How tall the building is？诶，会了吧？对了，老师举了这么多例子，我相信感叹句对你来讲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哈。再来第三个，How fast he runs？有没有看到？诶，对了，我们说呢，how 副词它可以跟形容词搭配在一起，how 副词它也可以配另外一个副词，有没有看到？在这里的 fast 就是另外一个副词。有的同学说不对啊，老师，fast 它是形容词？没错，它有两个身份。 Fast 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副词。有的同学就会问了，老师，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fast 是副词？你为什么没有写它是形容词？要看什么呀？看这里，一般动词配谁？一般动词配副词，一般动词配副词。那么像形容词的话呢？有没有看到形容词它才是配 be 动词？有没有看到？所以词性的概念要知道。所以因为这里出现了一般动词，表示动作的一般动词，所以我知道这里的 fast 它是副词。诶、欸。 由环境来决定身份，我在这里叫做老师。回到家，我家的人不会叫我老师。环境决定身份，OK？你知道它可以当形容词，也可以当副词。但是在这里，因为 runs 的关系，它是副词。How fast he runs！哦，他每次都跑得好快哦，他跑得好快哦。How fast he runs！好，这个是我们给你举例的感叹句的例子。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还写下一个 What a day！ What a day！老师，你的形容词也没有，那我怎么知道是 what a 什么 day？对了，有时候形容词或者是副词，你要感叹的这个美丽啦，或者快啦、有趣啦，这样的形容词、副词会省略。省略的时候，你会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他感叹什么？”对，要看表情，不要忘记了。我们用我们讲话的语气，还可以表达出情绪的。所以，当一个人呢笑嘻嘻的告诉你 “what a day”，那他的意思就是。 啊，多棒的一天呐、啊！多棒的一天呐、啊、！What a day！可是呢，如果有一个人灰头土脸，然后呢，表情很沮丧，What a day！你当然不能翻译成多棒的一天，你要翻译成，哎呀，多惨的一天呐、啊！多悲惨的一天呐、啊！多恐怖的一天！多不好的一天！随便你翻译。所以，What a day！What a d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其实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句子里面，他把形容词要感叹的那个形容词省略掉，不要担心，从前后文或者从人家讲话的表情，如果那个讲话人就在你面前，你从他的表情，从他的肢体动作，如果呢你是看一本书，你要从前后文来知道他讲的 What a day 是指多棒的一天还是多悲惨的一天，很容易判断的，好，不要害怕，也不要紧张哦。What a day! What a day！你看老师表情差好多。同样的，正当有人要跟你感叹的时候，他的表情也会跟谢老师一样。所以在这个部分，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喽。好，那么最后喽，在比较的句子里面呢，老师呢列出了三种不一样的句子。来，如果是呢一般的直接叙述的句子，我们会告诉你：You are a very good girl。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哦。You are very good girl。对了，我们的主词、动词都写出来了。 有没有？You are very good girl。你是一个非常棒、非常好的女孩。这是一般所谓的直述句，就是直接叙述的句子。第二种祈使句，不要忘记祈使句的基本原则：原形动词开头。Be a good girl。中文怎么翻译？你要做个好女孩哦，不要顽皮哦，不要偷懒哦，各方面表现都要好哦，要做个好女孩哦。Be a good girl。Be a good girl。 再来感叹句，一个好女孩，英文叫 a good girl，在前面加上一个 what 就变成感叹句，What a good girl！好棒的女孩哦，You are 有没有看到？好，当然啦，如果我看着你哦，你就在我面前，我捏着你的脸颊说 What a good girl！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在讲的是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把 You are 给它省略掉，What a good girl！好棒的女孩哟、哦。 What a good girl you are！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女孩耶，有没有？所以有没有看到，在英文里面呢，它的不同的句型，它各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在国一课程的最后面，老师呢把这三种不同的，也就是在什么国一课程里面你有接触到的直述句、祈使句、感叹句，全部列出来，表现方法不一样，代表的中文意思也不一样，记得。 不同的句型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咯。好了，国语的课程在这里呢，老师要告一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总共编成了六章，每一章里面呢都非常重要，老师也都介绍的非常清楚。当然，你不要呢看了一次就把我们的教学袋丢在旁边，太可惜了。你一定要多看几次，让自己的脑袋里面，随时老师讲到感叹句，你就知道哦是什么；讲到祈使句，你就知道什么。这时候你才可以把这个教学袋呢，怎么样放到柜子上面去。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记得一定要反复做练习。希望各位同学呢学英文的路道路呢都可以走的平坦，学起英文来呢都会感到呢有趣又好玩。在这里呢，老师祝各位同学呢学习英文怎么样学得愉快，然后呢学得很棒。如果国一的看完了，还有国二跟国三的课呃课程，千万不要错过喽。有机会再见，拜拜。